时间到，出发了。被选中的勇士们踏上屠龙的旅程，他们进入了深海龙宫，准备和龙王决一死战。发现自己掌控的一中逐渐失去控制，龙王怒气攻心。勇士们和龙王缠斗了1095个回合后，终于打败了龙王，一中也恢复过往的生气。而就在勇士回到一中后，我们看下去。哎，终于回来了，现在好累哦。对啊，刚刚那个龙王超废的。对啊，既然龙王都被我们打败了，那我们来看看现在一中生过得怎么样好了。好啊，那我们来看个电视吧。哎，这里有一碟片哎。龙纹身的女孩，为爱朗读，香奈儿的秘密，智慧优雅，2007月光光心慌慌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们有没有 DVD 播放器？哎，不是啊，我们不是要看一中生现在过得怎么样吗？对哦。他是要看哪一台啊？72台啊。哎，你走了，不要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慎思人生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就是人间冷暖。在民国100年的6月，从国中就认识的 Michael 和 Jason 一直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一场车祸使得两人的生活就此改变。究竟是什么样的离奇事件导致这样的人伦悲剧？让我们看下去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
天荒之下是享受。这男人太扯了，不要脸啊！今天还好运牛啊，是不是够给他帅哥？哎，帅哥啊！学校为了我们这些高三生，应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啊！走，打电话，别打电话，别打电话嘛！谣言如冲垮龙王庙的洪水般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这下 Michael 和 Jason 要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群众压力呢？要站在走廊对着中庭吼叫吗？还是会因为想不开而做出了什么傻事？两条年轻的生命会不会就此陨落了吗？而林托尼又有何居心？我们看下去。我们是后蓝正气的一中正义联盟，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。放心，如果要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在脸书上发起串联是很好的方式。恶之谣言，恶之谣言，捍卫人权，捍卫人权，还 Michael 一个清白，清白。Michael 只是一个平凡的正师学生。他什么都没有做，遏制谣言，聪明的一中学生们自己明示，明示，不要以讹传讹，以讹传讹，不要霸凌同学，霸凌同学。是我在崇拜的一中正义联盟吗？我们参加活动，我一定都会统统参加的。Michael 和 Jason， 我们正支持你，祝你有活动，这一切都是学校阴谋啊！呀、yeah! 啊！是不是恶意重伤啊？受刑。网路串联活动的效果非常的好，但是脸书的活动在遭到林托尼从中作梗的情况下，到底有没有办法继续举行下去呢？被灌了水的人气究竟对整件事件有什么关键的影响呢？而一中正义联盟的同学们会不会在这时挺身而出，拯救可怜的 Michael 呢？时间到了，活动当天，我们看下去。奇怪了，明明有两千人说要参加，可是怎么没来半个人呢？No， 那难
的啦，我明明都赢了，你也可怜的。再看看，一定会有人来的啦。好巧啊！哎，有人来了，你看。同学，你们聚在这里干嘛？报告组长，我们是浩然正气的一中正义联盟，我们是来为这位可怜的圣师同学发声的。请组长，你一定要替他主持公道。是少点。组长眉头一皱，发现事情并不单纯，于是从口袋中拿出了。哎啊，我是很想帮忙啦。可是哦，那个监视器被雷打到坏掉啊！啊，我也没办法啦。下回，等等。别这么说，关心并帮助有困难的同学是我们的责任。多谢。那你阿妹，你两个过来，我到三江去拜我。迄路我欠便宜真侪亿啊，会你讲会使借我一波啊？最近校园内发生了一些事情。我想请我们 U 兄弟这个一中联盟的同学来替我们讲几句话。学生的力量在哪？在你我参不参与？各位同学，我们都已经高三了，然而现在的情况让我对一中生的冷落非常失望。坐下就是参与吗？是不是大二想要办什么活动嘛？这个会教你的生意，各位领导尬死了啦！我也看到我前面无语啊！学校一模啊，这条每天学校报告。报告。这个混沌的时代，培养独立思考和参与公众事务的态度是现代教育的重点，而作为圣思学生的那群人，听到人家说校园内有四小兽就四处宣传，听到人家说这个人是坏人就先认定他是坏人，道听途说，以讹传讹。受害的 Michael 和 Jason 是否能恢复以往的手足情谊？而阴险狡诈的林 Tony 会不会遭到因果报应？这一切的一切，究竟是政治的纠葛、人际的纠纷、金钱的纠缠，还是权力的纠结呢？圣思人生，我们有缘再见。我觉得怪怪的啦。什么？你的家伙出了什么问题吗？不是啦，我是说现在一中生啦。还好吧，我们刚把大家从灾区的废物救回来，我们也该过一下正常生活啦。大家都认为一中生就该是这个样子，但是难道灾福就真的错了吗？其实一中生自己该有什么样子自己最清楚了吧，我们就这样把龙王打败了，会不会反而是错的？
好，出发了。